颜色王 TV。我们今天在那个明月汤包，就通化街这边的，然后我们还蛮喜欢招待朋友来吃的，吃这个明月汤包。然后今天是跟阿富，真正的阿富，没错。看看这个汤包，哎呦，看这个汤，哎呦。啊！潮吹汤包啊！好吃！我要喝水了。这真的好吃，真的好吃。哎呦！有人想要刺杀朕。行吗？护驾。I want you, let's go。台湾体的，我不是疲惫。有时太软弱，我有时太懒惰，有时太敢睡，有时又太晚说。我说喝完酒的那个不是我，怎么说呢？因为他敢承认。